好啊，翻嚟第二節 ，OK， 咁就你讲华语，忘了 ，OK， 那现在我们这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我们先很快的进入主题，然后这一节我们应该是讲 personal income tax。对对，嗯哼，现在我们是讲 personal income tax 啊，也是要 deadline 了啦，因为四月三十号就是 deadline 啦，然后但是依法令就有十五天的extend period， 让我们讲就是说你上网报个人所得税啦。所谓四月三十号的 deadline， 为什么还有一个 deadline 呢？就是讲指的是你没有做生意，没有做生意的 income，就是说你只是跟人家打工啊 ，employment income 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投资的 income 而已。所以这个就是的 deadline 就是四月三十号了。所以你们报的波浪也叫做波浪 B 一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的就是波浪 B 啦，波浪 B 的那个 deadline 也就是六月三十号啦，也是一样有十五天的 extension for 你一法令啦，就是这样子啦。OK， 波浪 B 其实呢是 for 那一些我现在有打工，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份 side income 的人，或者是我自己有 business 的人。哦，波浪 B 对 B 对，就是你有 B 一只是给打工的。对，可能这样子记咯。B 一一有一个一字，你可以当做是 employment。哦。这样子比较容易记啦。我是懒人记法啦。OK， 说不让 B 也是这样子记的。说不让 B 的话，就是假设又有做工，然后又有做生意，就像 business 啊，你是个 businessman、business woman 啊，就是讲啊，你有做生意啊，你有做生意的收入。就是啊，你有啊一个 sole prop 啊，或是 partnership 这样的样子，那个你就不能报波浪 B 一，你一定要帮波浪 B。但是如果你只是跟沈家把他打工，那就不一定咯。为什么？因为你跟有限公司打工的话，可能你只是跟公司打工罢了。那个也算是你是自己 employ 自己啦，但是你只有一个 income， 就是讲你是 employment income， 因为公司可以另外报税的那个。对对，分开的，公司跟个人在 Companies Act 里面呢是分开的。沈然伯哈他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独立个体，然后 owner 也是另外一个独立个体，所以呢我们有一个 special terms 呢叫做 separate entity。就是分开个体 ，separate entity，entity 是什么 ？entity 是如果翻译成华语是个体咯， okay. 是两个是一个个体啦，体就好像讲一个很抽象的人那样子，这样子啊，他算是就讲一个人制造出来的一个人那样样子啦。你没有准备资料是吗？这个我们以后会再讲啦，再深聊把他的东西再讲啦。现在我们主要还是讲。Okay.Personal income tax 那个有资料我要放出来吗？啊，有，那你放上来一下。OK， 谢谢。好客气嘛。一下子 catch 到了。OK， 波浪 B 一。OK， 波浪 B 一呢？我们是用英文版本啊，就是让大家都可以了解啊。波浪 B 一呢是 for individual without business income，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只是打工而已。然后呢，你的那个 submission deadline 呢就是四月三十号。这样那个呢 ？June。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这是刚刚讲的了，对，你自己做 business， 然后你是就是你自己有 sole provider business， 你有 partnership business， 那你就要填保让 B， 或者是你自己有 other income， 就是 side income， 你也可以填保让 B， 那个是在submission deadline 呢是六月三十号。OK， 要跑去 next page 吗？好，下一个了。OK， OK， 这个就是讲。你们有时候现在你是需要报税的，但是你没有注册过，然后这就教你们怎样注册。第一个就是讲到你就是去这个网址里面进去 eDAFTA 这个选项，然后你填完所有的资料，然后还要当然包括 upload 你的 scan IC 啦，然后你就传上去，然后等候工作天三天income tax 就会回，你就拿你的那个申请的号码去 check， 你就会得到你的 income tax personal number 了，是这样简单。这样简单就讲完了，是你六个 point。这个是很简单。就是你要 scan IC， 对，如果你是刚刚出来社会打工，那你就 refer 这个 slide。从来没有报过税啊，然后你又要报税的时候，你就这样申请，然后。
申请其实不一定会被批啊。为什么？如果你的那个收入太低的话，其实 income tax 不会理你的。对，嗯，所以你在接下来那边你会有讲到他是用多少的 basic income yearly income 你有讲出来吗 ？Yearly income 通常 yearly income 啦，在34000以下的基本上你都可以不用去报税，因为你算完出来之后你是不必缴税的，所以通常 income tax 都不会去理你的34000以下。可是有个问题就是啊，如果你曾经那一年你有超过34000，可是过后有一年你就可能你储蓄了一堆钱，然后你那一年就不打工啊，就一直在那边玩的话，就那一年你没有 income， 你需要报吗？也需要，因为你当你一开始有报之后，你每一年就要报，然后你就一定要报，嗯，然后你那年没有 income， 你就报你没有 income 嘛。所以这个是重点来的，有些人就是不清楚，他就不去报，哎，我现在不够啊，可是政府那边有了你 record 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你也是政府可不知道你几时辞职不要做工啊，你几时没有做生意，政府也不知道啊，所以你要跟他告诉他讲哦，今年我没有做生意，我没有 income 啊，这样然后你就乘上一个空的，然后就全部零而已，然后你完全没有收入，就是 for 那一年这样子。OK，那第二，你看啊，第一年我超过34000。第二年跟第三年可能我开始做生意，然后可能不超过34000的情况下，那我开始做生意的是2015年吧，然后你报了告诉他，然后你可不可以以此类推告诉政府，哦，反正我2015年我已经告诉你有没有 income 吗，2016年我也是没有 income， 我可不可以不报呢？这个 OK， 做生意这个啊要特别特别特别的交代，除了刚才我讲的34000是指打工一族，你的每一年每一个月的那个收入加买你的 bonus， 一年有34000以下，基本上你不用去 register。但是如果你有做生意的，你就一定要报，无论你是亏是赚是怎么样啊，多少钱以下都要报，那个一定要报，不然比这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讲哦，我今年亏本我不用报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无论你亏还是赚，你都一定要报上去，为什么？好像讲你今年亏的钱你可以明年拿来扣你赚的，OK， 这个你要了解这个东西，所以讲如果你是有 register 了一个 sole prop or partnership 的话，你就一定要去 register 那个 personal tax， 因为 personal tax 那边会你 register 的时候你还问你的你是有没有做生意的，有做生意你要将你的公司的注册资料也填进去，这样他那个一定会批这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啦。有时候有些人讲，哎，我今年我做生意，我这样多收入，我赚这样少钱，我不去报啊，没有这样的是一回事。做生意是每一年都要报的。OK，那你刚才讲了 ，OK， 刚才那个是做生意的啦。如果第二个例子呢，曾经你是高薪收入员，然后现在你去一家咖啡馆打工，然后你就我很想做 barista。曾经你月收入70000，2014年你月收入70000，2015年你开始做 barista。我当然不是讲白领不赚钱，我只是说你就是我不要这么高收入了，然后你就我在那边做爽了，可是我是打工哦。2015年的时候你收入没有超过34000的话，那又怎么讲呢？就刚才讲了，你开了一个头你一定要报，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一开始赚了第一桶金啊，什么提早退休啊这类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然后就讲就是拿了一笔钱就这样过一生这样子，他们一早也退休这样子，可是又是要找东西做这样，然后也没有讲找东西做啦，但是他还变成他可能也完全没有 income， 或者是他现在 income 也很低了，很低的情况底下你报上去，其实你连续报一年两年你还是要报啦，一年两年这样你又没有什么 income， 其实你可以写进去给 income tax 那边，然后你跟他讲我的收入很少了，我可以不要报嘛，如果 income tax 你派回来允许你可以不用去交 form 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用报了，但是如果他不理你，你还是依然要报到他理你为止，每一年还是要报，虽然你不用交，但是你还是要报。okay， 这个开了个头。那刚才我们问了关于 income tax 的东西，你们的资料讲完了吗？我们还继续要讲下去吗？接下去因为你们讲完了这个，我还有东西要问了。没有，接下这个东西啊，刚刚那边那个东西，现在我要提另外一个了，就是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 rules， 今年有一个特别的 rules， 就是
讲讲，就是政府允许你们可以好像讲报不完比一的，你是打工一族的，然后你只有打一份工，然后跟一间公司打工而已，然后你每一年公司会帮你交 PCB 的，每一个月会扣除你的薪水表 PCB 的，然后那个 for 今年 special 啊，就是如果你们觉得那你不需要报的话，那个讲讲那个你已经缴交的 PCB 啦，是刚刚好跟你的那个你要缴的税务是一样的话，你就可以不必要报，政府会当着你去年所缴的全年的 PCB， 就是你去年的那个 income tax 你要缴的 income tax 啊，但是这个是需要有一些条件的，你们可以去上网去 check 一下啦，这个东西去哪里 check？就是刚才那个网站哦 www.hustle.com 哎 .gov.my 哦，刚一个网站。可是我要强调，如果你只是单单靠你的公司帮你缴交 PCB， 然后呢就当作是你的每一年的那个缴交那个税务，其实你可能会吃亏。那个吃亏我怎么讲呢？因为你会忽略了一些 personal relief。然后你也会忽略了一些你可以claim 的 relief， 就比如说你买书你可以 claim relief， 然后你 insurance 也可以 claim relief， 如果你没有自己承报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去扣这些 relief 了。其实 PCB 是什么来的？ PCB 就是讲你的你的那个讲你的薪水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要缴交个人所得税。因为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tax rule 来讲啦，就是讲今年的税务啦是今年去缴交，然后明年的话呈报上去是查回你今年到底真正的要缴交的是多少税收，所以则产生了这个 PCB 的东西。这个是你老板的责任啦，就是当你的工钱超过3000块啊4000块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好像类似 EPF 的这样的 schedule， 他会扣出来，你老板要将这笔钱直接缴交给 income tax 那边去咯，这是 PCB 咯。 OK， 那现在我们看 how to register 这个已经知道了的 document to prepare， 这个你们交代完了吗？这个就是讲 OK， 现在你刚才你注册了咯，你要开始报税咯，像现在 for 我们这个4月30号的话呢，一般上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料啊资讯啊或是那些东西，你们要准备来填写你们的那个 income tax 表格的东西哦，就是我们这里 list 出来的咯。第一个，然后OK， 然后你需要准备的东西就是你的 EF from 你的老板呢，然后你任何的你其他的 supporting documents， 你的 insurance bills， 你的 medical bills for parents 啊，而且是必须要是你付钱的，然后你买书，然后买 magazines， 然后买那些 publication 的bills， 然后每一年每三年你可以有另外每三年你可以买一架电脑，然后这架电脑呢其实是可以 claim for tax 的，然后连续 claim 三年，不是，是每三年可以 claim 一次，只能够 claim 一次，可是你今年 claim 了一次，然后你要等三年以后，明白，然后你才可以 claim 第二次。 OK，然后还有你的sport equipment， 篮球是算吗？不算。 sport equipment 是什么？其实篮球应该也算了，这是你运动的东西，就有运动的东西，总之那个 bill 是写是运动的东西，基本上是可以运动服跟运动鞋不算。运动服跟运动鞋这个我可以 confirm。这个在羽球拍那些那些可以算是。算是哦。loan statement 跟 for housing loan OK。还有吗？OK，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那个这个 tax rebate 下一节吗？下一节了，这个下一节我们好的。